已婚男人爆出偷吃小三，如果没被拍到，可能永远没人知道。但最新研究显示，男性的花心有时候可以从脸看出端倪。Boys' faces they get longer, the jaw gets bigger, the brows get heavier, and this is all due to the action of testosterone. A very masculine face in a man.Suggest that he has high testosterone. 根据英国皇家学会开放科学期刊最新研究，西澳大学找来约1500人，要他们从189张男女照片中，单纯以长相选出认为谁会对另一半补中。结果发现，判断出出轨男性的准确率相当高。分析指出，这些面相评判标准以两位出轨男性为例，包括浓眉、薄唇、下巴线条有棱有角，也就是俗称的方脸等等，这些阳刚特征是关键。According to Newman, 68% of cheating men said they felt guilty about it. 但有趣的是，长得英俊帅气不见得就会背叛另一半，打破了刻板偏见。至于会外遇的女性，却从外表看不出来。研究人员也强调，这项结果并不能适用所有人。毕竟帆船出轨的原因还有很多，不能单单归咎于某种样貌。三立新闻陈佩报道。